哎呀，今天晚上加班打混凝土啊，现在把这个晚饭调过来了。今天的晚饭呢，又是在塔吊上面解决啊，一盒饭一盒菜，就是一餐。哇塞，他这个罐里面这么多混凝土啊！起高一点，不然拿不到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半仙。今天晚上呢，又是在加班打这个吊罐混凝土。现在呢，有点下雨了。等会儿我打完呢，估计就是很大的暴雨。然后我穿着短袖，身上又会被淋湿啊，回家就得换衣服。先去拿饭吧，管他怎么加班呢，饭还是得吃。加班有加班费，晚饭也有着落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我的妈呀，他们这个罐里面，哎，我的饭哪去了？我的妈呀，这里面混凝土还有这么多都没放完。哇塞，吹风了。继续落钩啊，给他们钓，抽空了吃饭。混凝土啊，这也是结了婚了，这要是没结婚，朋友都耍不到啊。在工地上干活的真的不好找老婆，人家一问你干啥呢，打混凝土，一问你在干嘛就打混凝土，问你在干嘛你就打混凝土，天天都打混凝土，那你跟混凝土过去吧。哦，三档落钩下钩，你看下面的车跑得多欢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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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在这边来接料呢，是不需要指挥的，这边我全都能看见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见，反正我这视力还是蛮好的。吃的什么？吃的太清淡了，这个东西就素菜吗？这下面啥？哎呦，这下面还有这个烧白，哎，这好东西。这里还有烧白啊，肥肉。他在烧白。他在烧白干啥？哎，我慢了，我慢了，他在烧白。他在烧白，我在烧白。好，吃点香菜。